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镂空花型，这款镂空花型十二针一束花，这样的一束花是十二针，它是偏镂空的，这里是镂空花，然后很好织，这里是像蓑衣板针一样，只是平针勾了两行啊。这款呢新手很容易学会编织，下面我就集这样的两行来学习编织，大家学会以后即织毛衣都非常的简单。到主页里面去学习成品教程，主页里面有几款成品教程，大家看懂了几成品教程来用什么样的花来编织都是可以的，可以换不同的花来编织毛衣。好，我们来起针，第一针绕线，好，这是下针，第二针重复绕线，是下针，线不要拉紧，重复这样起针，起到你想要的深数，继续绕线起针。好，现在我们起针好以后，我们来排花。我起了两束花啊，来排花，编针。好，编针不算花型针，那我们来织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丝好七针下针以后，我们要来丝花型。丝花型，我们先这样顺着丝两针合并，丝下针两针合并。好，并好以后丝下针，然后把线绕到前面来，空我们要空加一针，丝下针空加这一针，然后丝一针下针。然后再把线绕前面来，然后是针我们要绕方向，绕个方向，这样辫子针更合顺，然后两针这样合并，往左方向合并，这里记住要空加一针，我们合并针了就要空加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点深数，看啊，编针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针一束花，十二针一束花我们织好以后往下排花型，往下面排花型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先是七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七针下针织好以后，顺着合并，两针合并为一针，合并好以后把线绕过来，丝下针的同时空加一针，再把线绕到前面来，再把这一针转个方向。好，这样合并，合并的前面我们要空加一针。好，到这边来，这样第二束花我们就又排好了。好，这边对称，我们还有七针的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七针下针，我们丝好有留个边针。好，第一行我们就排花排好了，排好花以后，第二行我们整行丝上针。如果你是绢织的话，你整行丝下针。绢织就是四个棒针或者循环针织起来就是绢织啊。我这里是片织，第二行我就丝上针。你循环织的话，你就丝下针第二行。我们把这整行织完，加针的地方我们一样的丝下针啊，看加针这里我们一样的丝下针。好，第二行我们织好以后，第三行编织，第三行编织我们要丝上针，把线绕前面来，我们丝上针，
好，我看要织上针，我们要织到我们这里啊，上针编织。这行我们是上针，我们看编针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针上针。然后这里我们这一针是我们上一行加的公加针的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两针顺着合并。好，合并好以后，在上面上一针的这个位置绕线，我们这是下针，同时这里要空加一针。好，这里是松花型的，这个中间针是下针，这里是下针。到这个位置，我们把线绕前面来，这里也要算个方向，把它合并起来，两针这样合并，合并的前面我们要空加针。好，这样第一组花我们就织好了。好，第二组花继续织，六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第二组花因为四边我们合并掉了一针，到这里我们还要合并一针，所以说这中间是有五针的，这里是有五针的反针啊，是有五针反针，然后把线绕到后面，然后我们两针合并，合并好，把线绕过来加针。好，绕空加针，这里是下针。好，这一针继续是下针，再把线绕过来，这里转个方向。好，合并，合并之前空加针。好，到这边一样，这里有六针的反针，因为这里是边上，它有六针反针。好，第三行我们就织好了。第四行，第四行省行是上针，如果你绢织，省行是下针。好，省行是上针这个位置我不再讲解，大家把它完成啊。加针这个位置也一样的，是上针。好，这里我们工架的地方一样的，是上针。好，省行这样织过来。好，现在第四行织好，有四行，它这里是四行一排花，也就是这行花我们织好了，下一行花我们跟第一行的织法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找到花型的规律啊，花型的循环编织，到第五行，第五行和第一行的织法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五行编织，找到花样的循环编织，大家就学起来就很快。第五行，一、二，这里是编针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。七针下针，七针下针好以后，我们是两针合并，跟第一行一样的两针合并。好，合并好以后加针，把线绕过来，这里加一针。好，再把线绕前面来，这一针绕方向，然后把它两针合并。好，第七行，好，再织两针合并啊，我们来点一下深柱。编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第一行花我们就织好了。好，下面这一行我们织一二三四五六，七啊，要织到第七针。好，两针合并，合并好以后，我们这里加针，空加一针是下针，再把线绕前面来，这里再转方向，然后我们把它合并。好，再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里就是。第五行和第一行这一样的。好，第六行编织，第六行编织省行是上针。好，
带循环这样把它撕下来。好的，第七行，第七行和第三行一样的，我们要撕上针。好，这里我们撕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把线绕到后面，我们知道这一针和这一针合并，合并撕下针，然后把线绕过来，撕下针，空加针，然后这里撕下针，这里这一针我们撕下针，把线绕前面，再转方向，然后我们再空加针。好，第二组花就撕好了，把线绕过来，我们这里继续撕上针。大家现在扫到规律以后往下编织啊，知道你想要的高度。好，把线绕到后面，两针合并。好，线到前面来加针，加针编织。现在也先把这针织了啊，不要织错，针织以后把线绕过来，转方向，合并，合并好以后撕上针。第七行织好以后，第八行，第八行省行丝上针。好，省行这样织过来。好，第八行织好以后，第九行又，第九行又和第一行一样的，其实它就是四行一组花，12针四行一组花啊。这种花型其实它就是很简单，它是。这样的一组花12针四行的高度，一组花撕起来就非常简单，四行四行循环往上编织。